哦，今天要进行的是百变名侦探啊，我们会出一个题目，告诉你他到底是在干什么的，然后你猜一下人事实地物。对，会有两个提示。是，那随时可以提问，就用是非题来提问。想要回答的话，就直接举牌子。嘿嘿。好，那我们请出示第一题。第一题有两个提示，第一个提示它是用品，它是一个用品。第二个提示它是舒服后使用，就是事后用。事后用，事后用，对对，事后用。好，来有没有想要提问的？尽量问，尽量尽量提问。是白色吗？是非题。它什么？是白色吗？它是白色。是白色吗？白色不一定的，因为它各种颜色都有，都有了。对，有部分是，对，各种颜色都有。它是软的吗？软。不太软哦。有软有硬啊。有硬有软。它通常会很多聚集在一起吗？很多聚集在一起，它也算是算密集的啦，集体的。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吗？男生对都可以用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、啊。男女老幼都可以。需要插电吗？完全不需要，不用应该不需要，不用插电，应该没有插电，不用插电。对，好了，其实它是一个棒状物，棒状物，很明显了吧？对，哇，你拍成这样是很明显，对，很明显，棒状物。舒服以后用它，哦，更舒服，整个就是你舒服之后用它，就说OK。对 对。今天一整天都很顺。不要想一些电视不能播的，对对对。来，你要答还是问？答。好，答，请答。棉花棒。用完更舒服。对，对不对？是很。对，而且。可是舒服之后用哎。答错。哎。好，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啊，其实它其实是要进去湿湿的地方。节目尺度好大。这个等一下，你们为什么不能说不要想一些电视上不能播的吗？我现在满脑子都是。他的答案是电视上绝对可以播，对，绝对可以播。而且为什么他每次都给我这些很奇怪的提示？我们答还是问？答，自由的，我们不是自由，队友的智慧，对对，自由的智慧，牙刷。真的舒服后就是比如说啊，口腹之欲吃完爽了，对对，吃了很爽，然后再有各种颜色，有软有硬，对不对？进去湿湿的，嘴巴里超湿湿湿的嘛，对，不分男女，还有吐泡嘛，而且心情好的时候，嘴巴就里面更湿，对对对，而且不用插电，有的有插电哦，电动牙刷，电动牙刷也不用插电啊，它是充电式的，充电式嘛，啊，放这种进去湿湿的，恭喜。答错，但是这个方式很快到，都很接近，就是这种卫生用品类，因为其实它虽然进去湿湿的地方，但是不是用在人体呀，它不是用在人体，不是用在人哦，不是用在人，因为你棉花棒、牙刷都是人在用，对，不要往人去放，好不好？你要使用它哦。对，我们通常每因为太舒服了，对，我们通常可能你就是太舒服了，所以范围会弄得很大。你要想我们。都在哪里舒服的？什么什么什么？来，马桶刷。哎呦，是油，是油。用舒服是使用嘛，对不对？有软有硬嘛，对不对？不分男女嘛，不用插电，棒状物进去湿湿的，不是用在人身上，所以你的答案是马桶刷。马桶刷，恭喜答对。答对。竟然我们自己答对，那恭喜呢，我们剧场扛把子一分。人抢答，来第二顺位，这个静之跟佳佳都知道，都知道好不好？我们的方向是什么？大概就是这样啊。好，来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这两个提示，第一个提示它其实是一个职业，第二个提示这个职业你情绪要很饱满，很饱满哦。你要打是不是？你要打，你就直接打了。可以的话，可以啊，你跟我有关系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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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饱满哦。演员哦。演员，就是我们的情绪要很饱满啊，对啊。恭喜，答错哦。对，不过我但是其中之一哦。对啊，其实说我们的答案是你讲的其中之一。现在哪一个职业不需要情绪饱满？其实几乎每个职业都要，对不对？那继续包，大家有固定服装吗？有固定服装，有。能，哎没有，你要让佳佳，你要让他问。哦，你好。能露脸吗？哦，露脸。要露脸啊！不用戴面具什么不需要，对啊，可以。到底什么职业不能露？那他是有一些职业不能露。三
个字。你说答案是不是三个字？不是，答案不是三个字。它有出现在固定场合吗？有，这个不能乱出现的。对对对，答，好答答什么？少女白情。哎呦，是有职业嘛，情绪很饱满嘛，又要哭又要叫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固定服装不能随便出现嘛，对啊，披麻戴孝啊，啊，出现在固定的场合，当然喽，你怎么可能跑到学校哭？百货公司看到这个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少女白情，恭喜答对。少女白情，你自己演的，你不是就是演里面的？是。当局者迷啦，我们有看戏啦，我们看戏啦。我跟你讲，他是看的，你是演的。他的情绪还留在假发掉的那边。对，不好意思，家常榨汁机可不可以有点参与感？我们比较赶时间，先走了哈。二比零。还有，我们好，来换人，换人，来下一个顺位，来下一题，请。好，第一个提示它是一个行为，第二个提示哦，这件事做起来会酸酸痛痛，酸酸痛痛的，你要打吗？直接打，好，你讲，可以答，可以是按摩吗？按摩太容易了，按摩，行为嘛，酸酸痛痛嘛，恭喜答错，再多猜一下嘛，多猜一下，对身体是好的吗？好，太好，来又要打是不是？又要打，拉筋，哎，拉筋为什么？拉筋酸酸痛痛的，嗯哼，蛮酸的，对对，身体好，现场示范好，我觉得你这样子，我们主持人也会哦。没有，我处理。哎，算我穿裙子还是你？等一下。酸酸痛痛嘛，拉筋嘛，对不对？对身体很好嘛，对不对？你的答案就是拉筋，拉筋恭喜答对。其实你运动前拉筋，把筋伸展开来，你比较不会在运动过程中造成伤害。受伤。那你运动后拉筋了，隔天的酸痛也比较不会那么痛。啊，对，拉筋。好，恭喜呢，这个回合家常榨汁机1分，剧场扛把子2分。待会剧场扛把子可以得到先答的权利。对。